生写真。Hello，博维。Hello，如如。Hello，大家晚安。怎么没穿鞋？不是啊，因为那时候就是地板都是，因为我们是进摄影棚，然后摄影棚是不能穿鞋子的。然后我们不是会轮流，我们这样换来换去的，然后。拍完特点的部分，然后他们都把鞋子穿在脚上了，然后我想，然后我就先拍上半身，然后上半身拍不到鞋子，所以我就是对，然后刚好我在拍上半身没有鞋子的时候，姐姐有帮我拍照，所以就拍到我没有穿鞋，我就觉得哦好 ，OK， 脸好看就好。就，对不起。没穿鞋不能踩泥，要穿鞋才能踩泥。就，感冒才刚好，谢谢林神特特带你去流浪。我今天要吃木瓜，我的木瓜已经放在。我的木瓜已经放在冰箱里面三天了吧，还四天。谢谢回回的浪漫玫瑰。你知道我最近在学怎么拿筷子，最近在学怎么拿筷子。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你们知道为什么我最近在学怎么拿筷子吗？因为我还不会怎么拿筷子。我平常拿筷子都这样拿，就是这样拿，就是这样。这样拿，可是其实正常拿筷子是这样子嘛，然后这两个然后动嘛，正常拿筷子是这样子吧，但我就是不会，我就是可能有点小问题，所以变得很怪，就打在一起，就打在一起，所以我都讲固定住。来，我教大家看我怎么拿筷子的。就这样，它本来就是打开的喽，然后夹住，然后夹住，这样。我不会拿筷子。用筷子吃木瓜，我是右撇子，用筷子吃木瓜。我要来挑战，一天吃三个水果。大家去帮我按赞我的。生写真的宣传，我想要那一张破我的记录，可惜没办法，我觉得可能没办法，但是至少要，我希望这个可以破700，先破700再说。大家去按赞，大家分享起来。
是我觉得这张是好看的、啊，就是很好看耶、欸，这张自己讲。大家顺便去按这篇赞吧，按起来。我在帮我自己按赞。哦，爸爸，桌上有两颗蒸饺，把它吃完。想看学生证，我那时候学生证还是中分呢、欸，很丑。对啊，这是饭后甜点。没有，这不是饭后甜点，这是正餐。然后那个刚刚那个蒸饺才是饭后甜点啊，我饭前甜点，饭前甜点。我都把水果当主食，因为水果比较好吃，所以我都先吃不好吃的，然后再吃水果。我从小都是先把不喜欢吃的东西吃掉，然后再吃好吃的。入口即化。我觉得木瓜就是一个入口即化的东西。我爸今天帮忙修水龙头，你知道我们家昨天晚上水龙头直接坏掉，我不知道怎么了，那就坏掉，然后它就是断掉，然后水就从水龙头中间喷出来，然后就反正就水龙头坏掉，然后我爸今天帮忙换水龙头，然后就说你真是心好男人，不像如如，谢谢风亮的闪光星星。笑死，如如如如浪的头像还没换呢。笑什么不好笑啊？这是一个，这值得羞耻，值得羞耻。哎、欸，是如如走心吧？谢谢幻影在射闪光星星。谢变成新鲜柠檬的爆竹，哈喽本丸，谢谢本丸的粉色香槟，耶、yeah, ，好美哦，哈喽本。我来这边宣传一下我的，再宣传一次。我想要每隔十分钟宣传一次，这样子我就可以宣传，每隔十分钟宣传一次，我这样就可以宣传六，哎，我这样就可以宣传十次左右。来，现在又在宣传时间，现在203个赞。我为什么要冲？我就想要有一篇，我想要冲这篇，因为我自己在就是自己拍完这篇这张照片的当下，我就非常喜欢。
然后我就想要让这篇赞数多一点，留个好看的记录。这篇然后第二篇是第二篇，我会 po 三篇，然后第二篇你们可以期待一下。我觉得第二篇比我本来要先 po 第二篇的，为了排版。可是我又觉得第一篇这篇是主照，就是主照，然后第二篇是比较搞怪可爱的，然后搞怪可爱那个我可能会再隔几周 po， 所以我会连续 po 三篇，为了排版。这样，我觉得我会慢慢。我觉得我在慢慢的排版，就是等这三篇po完，这边是这是后面这三篇，就是这前面三篇是粉红色，然后这边是这一二三张，然后这边是一二三，然后这样下来就会变得比较好看。谢谢林神推的带你去流浪。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排版。但是觉得突然之间看到，其实这个版还不错，然后我就固定用了这版。对，好像还没有人有发现我排版，但是有人有发现，我去动用一下附赠按赞，然后顺便来分享一下哦。谢谢大家，我还把粉粉打成粉粉，然后有粉丝提醒我，真的非常感谢。对，真的就是非常感谢。然后你们还故意分分粉色，你们故意的，然后我都还没有发现，然后是有人跟我说玲玲是粉粉哦，我就 OK， 好，好像打错了耶。我说为什么大家都要留言分分分分分分，然后我想说怎么了吗？好，那个帽子真的太大，那个帽子是真的太大。大到就是直接就是很怪，就是不符合我的比例。我昨天没洗头，我好像前天也没洗头，我已经两天没洗头了。我整个寒假都是没有一天洗一次的。现在林神推的带你去流浪，你们会不会觉得这偶像很不 OK？ 但没有办法，因为冬天真的不怎么流汗。非常的抱歉，而且我最近又买了我的护发乳，所以更不需要洗头发了。没有啦，我最近又买护发乳，所以就是干燥的时候用一下就不用洗头。恶魔脸，记得平衡也不会拿筷子，没关系，我们就是这样固定住拿就好。我今天会洗头。有一次就是我就拿太远，然后我阿妈就乱讲话，我阿妈就说你筷子不要拿这么远，我就想说为什么，她说你这样会架得很远呢。我不知道是有什么关联性，或者为什么筷子拿远就会架得远。她说筷子不要拿那么远，你这样会架很远，你要去哪里，北极吗？笑死，不会有这个问题的，不会有这个问题，筷子拿得远，单纯就是筷子拿得远。我阿嬷前天过年的时候讲跟我讲，因为我筷子拿很远，好笑。对啊，我的粉丝6500了，因为我本来要发这篇文的时候，就是想说要等6500的时候发，然后结果我想说，
6499可以发了吧？6499发完刚好6500，谢谢大家。耶、yeah, ！我粉丝6500了。我的现在赞数是200，我来宣传了。我不知道没有过10分钟，但是我就是不定时会宣传一下。241个赞，大家赶快去分享，我会非常感谢你们的。对，照片会越来越好看。我真的觉得我这次不输啊。就小朋友的感觉，小朋友坐在旋转木马上面不肯下来的感觉。快点，还有500就要7000了，而且离上次6000距离真的没有很远欸，感觉会有机会赶快突破8000。而且其实说真的，我们涨粉算就是在我们团体中涨粉涨 IG 的粉丝算很慢，因为我们毕竟不是网红嘛，对啊，所以如果照道理来讲的话，正常涨粉的话，其实涨粉是可以涨很快。我记得上次加速不是有去弄那个神喵便利屋吗？然后那个，哇塞，我一天直接就是好像直接4000吧，还直接5000，直接5000。谢谢小易，现在多2个人是我弄的。谢谢小易，你去办账号哦，还是你去分享？这次会指定00啦，谢谢小易，小易，爱你哦，小易。我小时候家人怎么说？哎，各位，你们知道吗？我前几天有粉丝跟我说，就是有粉丝跟我说噜噜的文有00，然后我就去看，然后就发现那个人也叫00。然后我来澄清一下，我真的觉得这个有点不太 OK。就是00的话，我觉得可以，但是如果以一个粉丝道德来讲的话，不能用两。我自己是觉得，如果我是粉丝的话，我会觉得要名字要不同。我自己也有看到，就是我觉得如果是一个粉丝道德来讲的话，不能两个都用00，因为我觉得。这是尊重问题，就是也礼貌性也有问题。就是如果我，应该是说，如果我是如如的话，我会可能我用00，就是00用00，然后那个地友团那个00要用他本名的00，这样子比较好。对，这是一个底线问题。我也不要，而且我是先用的吧，就是我是先出道的，而且再加上我们是女，我们是就是算是就是真的有出道的 idol， 对，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价值做出来，都是00，不要分这么细，但我觉得还是有那个必要，对啊，而且毕竟都是偶像，还是有那个必要在，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但是打字的时候还是要区分一下 ，OK 的，谢谢。谢谢凌云神推的带你去流浪，名字重复没事。哈，我觉得要分类，就是今天是什么玩，就是可能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会用00，然后另外一个00可能就是打。他的零应该是，他的零是哪个零啊？不好意思，我没有在关注，就是用他自己名字的零，反正就是用他自己的名字的零这样。00是我先弄的，还是他有在官方说他也要用00吗？我觉得我知道，然后我前几天就去研究一下，因为如如嘛，他看看那，然后我就去研究一下那到底是什么团体，然后他就是
有人跟我说是 deal， 然后我说 deal 是什么东西，他们都说 deal 是原来就是另外一种，就是对，然后我就 OK， 我就了解了一下。但是我觉得，就是不管如何，都还是要把自己身为自己偶像的身份价值做出来，对，因为我们是比较，怎么说，就是我们是有公司的嘛，当然各方面会比较严谨，然后素质什么的会比较严谨一点，跟 deal 不一样。例如说我喜欢玲玲，然后会谢谢玲玲神推的带你去流浪。这个梗玩不腻，可是不好玩呢、啊，不好玩呢、啊。我就是我，就是我啊！你刚说什么？哦对，然后各方面都会比较严谨嘛。一个就是还是每个人都有每个客群这样不一样，但是我就是把我自己的价值做出来就好。这次你的生鞋超美，超级可爱，谢谢你瑞鱼要去分享按赞哦，然后加指定。韩国偶像很多人都重复，好啦，可以啦，可以啦，我大方的 ，OK 的，我 OK， 我很大方，用啊用用用可以用可以用，大方的玲玲，我很大方。我好像已经很久没有来在直播上面唱歌了，就是我真的不确定我的喉咙 O 不 OK， 妥协了，用用可以用可以用，但其实就是因为我有看 RuPaul 我们，然后有去他们的见面会，然后他们不是拍照嘛，就是我们上次的合照会是我们要坐着，然后是有一定距离的，但是他们的合照会好像没有规定，所以能给粉丝的福利。我好像我跟小迪聊到这个，然后小迪就跟我说，就是他们能给就是的粉丝的福利不太一样，就是对，就是他们给我粉丝的福利实在就是太好，所以有利有弊啦，但是当然会让粉丝觉得哦，没有福利这么好。那个价钱又没有那么贵，然后学生的粉丝当然会很喜欢。对，但是我觉得我就是比较喜欢，就是这种有上海面上的这种感觉，因为我觉得要把自己的价值做出来。谢谢定成新鲜柠檬的浪漫玫瑰，是我自己的部分。我知道啊，我知道啊。谢谢 Free Plus 的浪的心，而且其实他们的福利真的也不差，他们说他们自己的福利也不差。就是时代在流转。听说他们老板是不是说那个我很兴奋的那个安友跟我说，他说他们老板是那个我很兴奋的，我太兴奋了，那个 AKB48 的粉丝。我那时候看到，我说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我说难怪这么懂粉在想什么。我太兴奋了，那有点好笑。原来他是台湾人的，我以为他是日本人。你们不知道，你们不知道，还是他？你们不知道吗？是，就是他，他就是他。我觉得很好笑哎，真的就是他哎，哇！我以为他是日本人哎。很好笑哎，没有，是别人跟我说的。这如果你也不知道。我的刘海这次真的是长很慢哎。还没有变长，还可以继续维持住。
蛮厉害的。好，我来宣传一下，不定时宣传开始。我来看一下现在赞数多少。我来看一下我现在赞数多少。但是我有看那个露露的那个限动，然后就说一团一个推是可可以被允许的吧。我觉得其实就要看你们自己怎么定义推生推这个点，因为其实真的也有人因为喜欢了其他偶像偶像，然后就把之前偶像全部的东西都删掉了，然后转推，也有这种人，我知道。对，然后但是我觉得是要看每个人怎么去定义，然后我也不会去批评说每个人怎么定义有什么好坏之类的，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看你自己吧。但是当然中心是好事，但是我之前好像我在直播讲过一句话，就是我之前在直播说可能是每个人他们的需求不同，你们懂我意思吗？就是需求不同了，不一定是那个小偶像不好，是可能粉丝的需求变了，是要去找其他的需求。所以我觉得，所以我也不会去怪谁。谢谢玲玲神推的带你去流浪，每个人的自由吧，不要去做伤害偶像的事情。对，没错。来，现在看一下，很执着呢。277要300。好，再宣传一次，这样会不会宣传到你大家？现在曝光了玲玲，这张看起来真的很小孩子，很瘦，很小一只，抱着上去的那一种。很曝，就是要曝啊！大家如果想看不曝的照片的话，去我的 IG 上面，粉丝喜欢谁是他的自由，够爱小偶像就好。对啊，够爱小偶像，你要够爱就好。我也不会，因为我这边主张就是一个很 free 的，很 free。谢谢 Killer， 就是啊，我刚刚想到一个，就是之前好像有一个人叫我念他的日文名字是 Yamaka 吗？我没有问别人怎么念，我是看英文拼音的 Yamaka 的话就 Yamaka 是吗？是遇的幸运蟹草，但是我不知道他今天有没有来。但是如果有认识他的人可以告诉我一下是不是 Yamaka。谢谢 Ring， 哎 ，Ring 很久没有分享我的贴文，谢谢 Ring。山下，谢谢大家的红玫瑰。亚玛卡不是数字君，对，就是数字君，因为数字君一直有跟我说，不要再叫我数字君了，好尴尬哦，要叫我日文名字亚玛卡，然后我就一直忘记，然后到现在我真的记得他叫亚玛卡，所以我记得亚玛卡这个名字。那今天好像没有来，谢谢日的送信箱，那今天好像没有来，所以有机会我会叫他亚玛卡，他应该很开心。我已经记得我叫亚玛卡了，对，我记得你叫亚玛卡。因为上次不是过年的时候他有去就第三名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哦，是军队是第三名，他说第三名是因为过年特别这样子，我说以后念我的名字让他卡哦，这样我就 OK 好，都有默默看着你。我不知道说什么，只能比爱心，谢谢哦，谢谢。谢谢代表的红玫瑰。欸，你知道这个，这个很像被说很像拜年舞欸。你知道自从玩家来就是哇，真的知道大家在那边，大家都在边，我也是，我也在那边，
他很可爱，其实莫名的可爱，不知道为什么。很香，好不好？哦，怎么那么香啊？没有味道，没有味道，完全。这次好梦幻，好好看，舍玲玲，那就要多多多买几份，多订几份。谢谢沙克莱克送的红玫瑰，又有按赞跟留言了吗？喂，不定时宣传，按赞加留言加指定287。对不起，真的很在意。谢谢玲玲纯粹的带你去流浪，自卖自香，没有好不好？我会出，我要再宣传一次，我再宣传一次，就是我会 po 三篇文，然后这是先第一篇，然后请大家期待之后的二三篇文，闻不到，想闻是不是？这次多买几包，谢谢木婷，大家要买起来，大家买起来，大家。真的，行动就是支持，能行动就是好事，能行动就是好事。来，露露也要不要买几份啊？谢谢 Rain 的告白气球 ，Rain 真的很久不见 ，Rain。我本来明天才要 po 那篇文的，但是我突然想到，我的粉丝既然都已经6499了，还不如就 po 一下吧。然后又想到明天感觉会很多人 po， 所以我想说，那我就抢先 po 一下好了。谢谢雷凌神推的带你去流浪，哪次不买？哪次什么？哪次不买？哪次？你确定？你确定你以后还会买吗？确定？TP 神推，你确定？确定？好了，可以啦 ，OK 啦 ，OK 的，露露，相信你的。哎，我真的觉得，露露，你下次不要再，就是为了合照会，就是不去看公演啦。我是说真的啦，也是可以，但是我还是觉得公演还是蛮重要的。因为公演是维持我自己是觉得公演是维持我们就是粉丝跟粉丝之间的关系，或就是可以亲眼看到小偶像跳舞，不论是什么跳什么一样的舞还是怎样，或是怎样，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我不知道那叫什么循环呢？循环那叫什么？就是太少见面会失去那个。跟小象之间的，你知道，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啦，就是你们懂吧，各位，你们没有看公演一个月，你们就知道那种感觉，互动，对，互动，你要讲这是什么？嗯，新的拜年姿势吗？这是新的舞蹈吗？这新高怪，这什么？施压，笑死！希望下个月会有公演。这个月没公演，对，我也知道这个月没公演，所以我已经躺在床上很多天了，我不知道我还跳不跳得动。你们知道我感冒那一天腿超级无敌酸，然后我就有一整个下不了床。我到今天，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寒假，然后什么没食欲还怎样的，然后我就一整天在躺一躺，然后完全不用吃东西，完全不用吃东西，超扯的。这佩服自己的胃，我的胃超可能那么小吧，就是别人的胃可能这么大，我的胃可能这么小，别人的五分之二不到吧。谢谢大家的红玫瑰。300个赞！我为什么要这么在说这个？但是我就是想要宣传一下，宣传曝光仔300个赞，开心哦！
我现在就是有一个赞数强迫症，如果赞没有少于我的目标值，我就隐藏按赞数。像昨天这篇文就没有得到我的按赞的该有的按赞数，我就直接隐藏起来。但我真的很意外，就是这两篇竟然可以多过这篇呢。我觉得这张拍的比较好，我觉得这张拍的比这两张都还好，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张就是硬生生的比这张赞还要多。是文案吗？还是文案太随便了？你玲玲会自己在家练舞吗？我会在家练舞吗？我会在家乱跳舞。我会在家乱跳舞。而且其实我觉得练舞就是在家不太好，我家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可以让我练舞，然后邻居可能会投诉我，因为我们这边隔音很差，我们只要一踏步，然后楼下就会听到蹦。我在这边，如果楼上开吵，我也会听到砰砰砰砰砰的声音。通常不会仔细看文章，我知道很多粉丝都这样子。那你会在家唱歌吗？会在浴室唱歌。我会在浴室唱歌。这么夸张哦，这么夸张，就是安内。各位，我学了一个客语的新年快乐，客语的新年快乐是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你知道，真的，我十九二十本来要去住那种亲戚开的民宿，但是因为就是我弟啊他们都没有要去，然后我婶婶姑姑我妈也没有去，然后他们怕我太无聊，所以就那你就不用去了，所以我就直接就没有要去了。可是我一直很想要去再住一次我家，就是那个亲戚那边的民宿，就想要再去住一次。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住那个民宿的时候是还是国小的时候，国小，现在多大了？我回去外婆家的时候也是我国中暑假的时候，欸，现在都要高中毕业了。但是我外婆家那边真的蛮大，就是因为我外婆家那边就是很大，然后就是 very big， 空间非常宽敞，但是那边的水电真的 open 不 OK， 大规大，但那边的水电真的很不 OK。你会嫌邻吵之类的吗？我弟都晚跑出去，所以我们很少在家碰面。您是客家人，对，我是客家人啊。吃完我的木瓜了，木瓜的残骸，好吃欸，木瓜好吃，但是我放了三天都没有要去吃它的意思，因为木瓜其实我不讨厌，但也没有到喜欢。谢谢 Lecra 的闪光星星。对，我都在线弄 PO 吧啦，然后
PO 到朋友没有来看我直播的都知道我很爱吃粑粑，不过很好吃啊，没有到难吃啦，但是也没有到很好吃。谢谢 Killer 送的闪光星星，毕竟它真的软软腻腻的，真的不太 OK。我喜欢吃有嚼劲的东西，例如芭乐。刚赞完留言完了，谢谢玉。今天玲玲播多久？今天玲玲播多久？还有9:30吧，9点吗？或者9:30？看我今天如果很累的话，就9点，然后下次9:30。那如果我现在才有精神的话，就9:30，然后下次9点。我就是一次9点，一次9:30，一次9点，一次9:30。如果来正常，就是有固定来看我直播的人，应该都知道，我就一下9点，一下9:30。你会吃芭乐的心吗？我知道芭乐的心很营养，但是我不会去吃，因为里面的籽很硬啊，黏黏的，有点恶心。黏黏的那个籽又硬硬的，很恶心。谢谢玲玲神推的带你去流浪，带你去流浪。谢谢玲玲神推的带你去流浪。又是熬出魔力，有苦涩也甜蜜，悄悄的在心底说一万遍我爱你，爱你。这首歌很好听，感觉蛮有精神的。我今天睡一整天，怎么可能没有精神？今晚就只剩下你在直播，难怪我觉得怎么那么多人。谢谢玉的浪漫玫瑰。原本这周就可以握手了，说。说到 Rain 的伤心处， Rain 会来握手会见我吧。今天玲玲最后一个关、哦、我知道为什么，因为寒假大家都下午快啊，我就是下午起不来啊。我今天直接给我睡到下午3点，好吗？我现在寒假都睡到下午两三点，然后晚上都很晚才睡。我觉得不行，要调整回来。谢谢枯江送的一封信。你们干嘛？有所怀疑吗？就今天就不热了。哦，这个很温暖。哎，大家要去 YouTube 看3周年。哎，我还没有看那个3周年影片，我来看一下好了。Are you ready? 哎，为什么二起生就有婷丽有去甩旗？然后二起生旁边还没有一个人，那个位置很怪。还是汪汪有去吗？哦，那个林姐也太正了吧！天哪，林姐那个甩旗真的是女神哎、欸！那时候我们在后台看那个荧幕的时候，就超想上去跳，因为那个整个很壮观，很美。沈轩刚刚比较高的吗？
那为什么不选？算了。RISE 跟 AKB 三上好像大家都有表演的样子，而且第一排离你们超近的，就是舞台下面那个，超近。我先去看看你 IG， 好。还破音，我才是妮妮。这首歌好像大家也有表演，就这前三首都是大家都有表演。这首好像也是吧。对，一碰就碰到，不小心的。不然我在那边走啊，就很近啊。意外的，就是这套意外的看起来好看，就是这套意外的好看，就是因为那时候在试穿的时候还没有想到会这么的壮观，这么的漂亮，然后原来穿起来是这件衣服原来是这么的好看，就是它有它的设计点在。那时候我还不会拿那个毛巾，然后是泪子教我怎么拿的。一云跟一家，对啊，一起研究生已经三年了，前就算2013年的，谢谢本文的爱的公式，好喜欢纪委，我也是超爱的。我有看到本文，我有看到博威在第二排，谢谢林神推的爱的公式。可惜三周年没跟你大合照，大合照哦。你们二期也两年了，上星期四一期终审四周年了，四周年争取来现场陪玲玲见证。谢谢潘森，真的很可惜第一天合照没有玲玲，唉，就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下次还有机会，我们机会很多。不是啊，等于期生毕业，我们二期就要变老大了。但是说真的，我觉得，
一颖很有资格，我觉得一家很努力耶，就是一家也很努力，在做他这个工作。是。小迪。那城市要毕业了吗？我不会哭，我跟你讲，我不会哭的，我不会哭的。我城市啊，即将要从 AKB48 毕业了。我不会哭，我跟你讲，我不会哭，我绝对不会哭。不会哭啊，不会哭。你们都是最棒，我不会哭的。玲玲给小后辈树立榜样。哎、欸，我真的第一时间，我真的觉得他，我真的没有在，我真的没有以为他讲话是真的。可是后来想一想，西亚怎么可能骗人？西亚讲那么正经的话，他不可能是骗人的，他的个性不可能说是西亚骗人，他不可能，他不会讲这种话。所以之后就觉得怪怪的。我觉得玉才是哭的那个吧，玉要哭死了。他那个看西亚这么多年，你不哭，我们不哭。西洋队长的精神永远是不灭动力，激励着一波波新人。没有，感觉就是啊，就是三级生看不到西洋，这就是少了一个很好的前辈，而且蛮可惜的。阿布玛利亚前辈毕业，我也觉得那时候二级生就没有看到他，我也觉得很可惜。一家在后面也是哭超惨的那个，但我觉得一家是那种越长大会越漂亮的人，就是一家是那种会越来越漂亮的人的的人。因为我最近在滑一家的影片，觉得西马玲玲会把前辈传承下去，会传承下去。我记得就是不是有放那个吗？我们后面的影片就是每个人对三周年想法什么的，好像我不知道有没有你们没有看到我。我入坑 TP 是因为看到西亚粉丝推广到绿草地的奇迹，他唱歌很棒。而且我第一次看到诗雅哭欸，傻眼，就是他毕业，第一次看到诗雅哭就是他毕业。好了，为什么大家对我当前辈这么的惊讶？不是啊，大家就你当前辈啊，也要当前辈啊，为什么没有人去真的啊前辈，你前辈这样？我还要再宣传一次，我不定时宣传，不定时宣传这是一个炸弹，大家会觉得很 boring， 不会，就是要宣传。谢慕婷的一封信。358。希望大家会喜欢这篇文。现在回想一下说。对啊对啊对对对，真的语重心长欸。他的意思应该就是说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这么的放纵了。没有啊，他的放纵是这么的为所欲为了，但是其实也不会有特别发生什么事情啊，因为就这样就这样啊。希望会有三期生喜欢我，但是感觉不会。就是我也想要被就是后辈说我很喜欢，就是我很喜欢你，然后可以给你拍照啊，这种你前辈可以给你拍照吗？这种感觉。我觉得可开心，
我的那个为所欲为是，就是好像有人 care， 有人在照我的感觉。那诗雅会保护我，然后诗雅会跟我说什么，只要什么事情去找诗雅就对那种。那个为所欲为不是那种为所欲为，不是跟你们想的不一样。不行，我要九点关，我要九点关，我等一下还有事情，我要来念吧。好快啊，为什么现在这么快啊？这很快。会不会有人是推你的才来参加甄选？不会，因为我太不红了，我还没有那么红。会吧，只要懂的人情世故的话，都会想太多，想被需要的感觉吧，是要很暖心。一鼓作气，我们就是 AKB。我写了无限靠近。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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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一鼓作气，我们就是。第一个十二名是回回，谢回。第十一名是伟哥，谢谢伟哥。第十名是 Derek Way， 谢谢 Derek Way， 是怎么念啊？这个英文名字太难念了吧？谢谢。第九名是吉米周，谢谢吉米周。第八名是哭江，谢谢哭江。第七名是 Linta， 谢谢 Linta。第六名是五分之一，限量甜甜圈，谢谢五分之一的限量甜甜圈。第五名是穆婷，谢谢穆婷。第四名是玉，谢谢玉。第三名是 Ring， 谢谢 Ring 耶，好久不见的 Ring 耶。第二名是本丸，谢谢本丸。第一名是玲玲神推，谢谢玲玲神推。耶，谢谢大家。再次宣传。好了，大家去看我的 IG， 然后去帮我分享、按赞、留言、宣写真那篇贴文，然后指定起来。谢谢本文的比心，然后希望你们不要，大家都要指定，不要后悔，不要。不要后悔自己没指定，这样就太可惜。因为其实这次真的蛮难得的，这个主题。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伟，谢谢伟，我叫你伟好，谢谢伟。五二零一鼓作屁就是 AKB48 听 TP。一鼓作气的也就是什么东西？你说什么？打什么？我不会念。都有指定啊！谢谢雷库啊，大家帮我冲人气，冲冲冲，冲冲冲，我们冲冲冲，冲跑跑，向前跑。压线下单，好看你随便，因为还有三张，因为还有很多张照片还没有发，所以你们可以再考虑一下。听说了三月，三月的跟这个画风真的是完全不一样耶，你们要确定呢，你们要确定呢，那个画风完全不一样，你们要确定呢，你们要承受得住哦，你们要三月，你们要承受得住，你们可以吗？你们可以吗？三月你们可以吗？露露要截图时间，他有说要截图时间吗？我觉得我今天有点不好看。你们知道这个脸是什么？这个脸是露露的那个头贴，有像到吗？
我的钱包不行了，加油赚钱，赚钱加油，赚钱是为了什么？买生鲜，听说很香，很香啊，很香啊，超香的哦，你们要承受得住哦。每个人都怎么？每个人都说三月大家会承受不住，因为二月跟三月本来就已经是一个承受不住的主题，然后再加上三月的画风跟二月又差太多了，我怕你们那个血压，那个低高血糖或低血糖的，就是可能要去吃个药或是小心。好，就这样，警告到此，大家二月先指定再说吧。好啦，大家拜拜。拜拜。拜拜。